小石先生祝大家新年快乐！Frodo 百年欧系刹车品牌，得您信赖。祝大家祝年行大运，换你。Two, I love you too。好，快点，下一个。One, two, three。这是什么吉祥话？对呀。啊，碎碎碎啊！来，芒果。祝大家赚钱赚到 two rich。哇 ，two rich。我突飞猛进。来，下一个。刚刚是讲说我赚钱赚到。快过了，对，讲过了。对啊，过年的时候喝酒都不要吐。怎样？我想不到。快，帮他想一个。前兔似锦。现在特别节目，我们有请观众朋友帮我们留言投票，看觉得去年最什么样的影片，印象深刻的。对，还有一个是最万喜、最万喜、最万喜的。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，我们先看观众票选嘛，然后我们再看我们自己本身个人，我们会给哪些影片投票。观众的这个比较多的是，有人说什么计程车改回自用这种费用，未许那一集啊，不是啊，那集我记得观看率才不到20万呢、欸，不高了。不过最多的是，我觉得有几个，一个是被告的影片，还是被告影片，我觉得是最多观众留言，还有一个观众讲说，希望2023年能看到类似的影片。那是怎样？再被告一次啊！叫我再乱讲话一次。那因为被告的影片，所以那个 IS300H 估车的那支影片就很多人投。不过我觉得有人喜欢那个改造车子的，也有人喜欢你要卖多少，好，就代表我们的影片应该都不错嘛。好啦，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个人哦，我们媒体部的人今年最有印象的影片跟觉得最万喜的影片，让大家来回味一下这个影片是什么，好不好？好。泰山先啊，你最有印象是哪一片？就是柯P弄那个汽车椅子方向盘那个。哦，你为什么会最有印象？你是在拍摄过程最有印象，还是成品最有印象？成品最有印象。所以过程觉得还好。过程没有，其实过程蛮有印象，因为我们跑去 Seven 嘛，然后那个 Seven 才说，哎、欸，不能拍哦，不能拍到我。然后我就，哦好，那柯P他都不管，又强奸的，对，又强奸的。然后那旁边的店员就跑过来，跟他说，哎、欸，不能这样子哦。好了好了，我就这样。你要造成店员的困扰，好皮哦。不过我后来去，他说还好我们没有遭到柜台的。他没有看到那一片嘿嘿嘿，哦，如果照柜台人讲会被告，会被下架。哎、欸，那2023年大家就有影片看了，总要换泰山隔壁吧？不，每次都我吧。最万喜的一片，所谓最万喜的一片，就是我们自己觉得应该要浏览率更好。对对对，对不对？可是这片好像没有。哪一部？阿呆开的 SC430 哦，买槟榔。槟榔摊那一集其实有亮点呢，很多人没有发现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如果现在再放一个会就黄标了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有兴趣的大家回去看那集，真的是有亮点，真的有亮出来。那个惋惜的点是，其实我们有付钱。这个真的要讲吗？是可以讲出来的，这是可以讲的吗？你有付钱，你可不可以活了提早？啊！反正我觉得流量应该更好的，对不对？没有换回流量的感觉。好啦，那我们现在看阿呆好了，好不好？阿呆最有印象的片是哪一支？找温妮，当然就是温妮那一支啊。哦，自肥片哦。哎，所以你看到台哥也没怎样，看到大渊那些都没怎样，就妈就是看到温妮又怎样而已。看到台哥有怎么样，但是看到温妮又更怎么样了。所以那个不叫呆呆者，那应该叫做阿呆有反应。我的反应又粗又硬。啊，那你觉得最可惜的是什么？是你的那个录单曲啊。哦，我还以为又是你自己 MV 觉得不够好玩哦。不是阿呆，我跟你讲，正常来讲，那次 MV 你应该是要花点钱把它点击率用好一点。哎、欸，你看现在李玉芬哦，要求惊死人，两亿了。啊，那个 IG 要先全部删掉。啊，你觉得有什么可惜的地方在哪里？他上架到现在才32000，哦是哦，他是今年的最后一名。真的假的？那要不要看这一片？不行，妹妹放连结，这样再回去看一次。拜托去看一下。你们过年闲闲的，再回去看一次。对对对对。你万喜的点是什么？万喜的点就是怎么才30000多而已，不然你觉得他应该要更好？应该要多少？他比直播金额还低。因为没有人在意。哎、欸，里面还有季家松哎，你又没有 at 他的名字出来，难怪你看，哎、欸，人家做名呢，做 K-pop 够啥 ，J-pop 够啥。
哎，是真的很厉害吗？真的很厉害，真的很厉害。年轻人都知道啊，为什么没人看？赶快把他名字打上去。好啦，那我们再接下来换那个苦瓜了。你最有印象的片是哪一个？就是泰山的那个红干老师想要逃的那一集。哦，这个我跟你讲，这个我也有印象，因为是不是每一部都是他剪？红干老师每天都他剪，所以这几支剪起来，你是这一支剪的时候笑得最夸张吗？对对对，这一支是到最后要输出的那个时候，再看回放的时候，还是会不小心笑。还在笑，剪接的时候已经看了几百遍，还是笑。对，还是会。你笑的是哪一段？都好笑，每一段都很好笑，每一段都很好笑。就是你每次在家做一些很羞耻的指令的时候，他的那个表情控管不是很好。但这次他又逼不得已要听指令，看起来就不是很好看的脸。所以那不是演的嘞，哦，不是演的，那是真的不爽。对，他的嘴角会抽动。有啊，我嘴角抽动。然后因为他剪片，他可能细微，好不好？哎，你们这个不要看一下 reaction 吗？可以啊，再让你尴尬一次。不过他的马是站起来的，我的马是往前跑的。啊？你知道吗？你有做过吗？知道吗？你有做过吗？没有做过野马。你知道有一首歌叫做《你长得慢》吗？什么歌？我唱给你听，你就知道。吹呀吹呀，我的脚放纵。吹呀吹呀，我的脚放纵。等一下，等什么？这里没有那个嘴角抽动。哎，这一段没有哎。我模仿一个人唱歌，你猜猜是谁？我模仿一个人唱歌，你猜一猜是看是谁？你说你想要逃，你说你想要逃。这个是谁啊？而且泰山都不理他。泰山连着看旁边的。是张宇吗？还是他哥？不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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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罗大佑的张宇。我觉得最好笑的是那个 rap 的那个。阿姨，我不想努力。哈哈哈哈哈。阿姨，我真的是当下那个唱完热狗之后我才想到的，然后就立马加进去，所以我觉得这一段是最好笑的。好，来来来来，下一个，老师，来来休息。我他妈只看到阿呆一直在笑而已。女性向，最万邪的片段女性向，因为我觉得这个车行感觉好像有都可以把它实体化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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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是啊，这可以拍短剧啊。可是浏览率怎样啊？8万多。所以我只是觉得这个点子很好，其实也没有特别高，感觉可以再拿出来拍。所以你觉得可惜的地方是没有拍成短剧？对啊，因为还是没有开这个车行。没有，我很想要看 Takuya 出现在你要拍多少里面。哎呀，不错哦，哎，下次拍一下哦。有没有形形色色的嘛？有爱戴这种的啊，哦，但是就演成篮球的那一种，穿篮球衣啊，出来之后还要转球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这样。然后芒果你要打造成哪一种？小学生，小学生的，啊，妈妈那一种的，有母爱的，喜欢儿子，对，有母爱的，母爱。对，有一些女的那个客人有比较母爱的可能会选。等下宜萍，你要打造成哪一种？莫名其妙的蓝色妖姬嘛。对，蓝色妖姬。那泰山呢？毛比较多，刚硬的形象，肉胸毛那一种。好，下次可以拍一下。哎，接下来换芒果啊。我也是选罗
拉，罗拉那个同一片。你觉得比起我觉得红干老司机，我觉得对红干老司机都很好笑。可是我笑到快死掉，就是泰山这一集一出来，哇靠，笑翻。反正对我有意见，没有，是真的很好笑。因为这个一出来就觉得哇很新鲜，然后又哎、欸、有一个节目的架构都很完整。哦，对对对，这是真的。然后我觉得这个很有影响，因为其他片子都没有架构。真的只有这个红干老司机系列是有认真在写本，还有流程呢。好啊，最万喜的，最万喜的，最万喜我是选馆长那一个，万喜，因为他那个流量没有很高，15万也还不错啊，15万应该是有蹭到的，我觉得可以再高一点，我觉得可以再高一点，15万应该算是有蹭到了。不过那一集有点可惜，我觉得可惜的点是那一天馆长心情不太好，所以他那一天其实聊不太起来。我坦白说，所以你觉得浏览率不够高，觉得很万喜，对，好像是有机会啦。其实15万应该算有蹭到了，你看季家松那个就是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。出门在外只有圣帕斯。好、啊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Polo 最有印象的片子是 BMW 的灯具，因为那时候科P有分享，就是说通常 BMW 换一个前面的车头灯都是要好几万块，然后但是那时候就科P传达师就自己弄，就弄得很便宜、啊、然后我就觉得像这种教学类型的影片，就是还蛮有意义的。哎呦 ，Polo 意外的认真，我现在看到先生他最认真的。好了，这也是难得啊，就代表我们的片真的是有教学的成分在里面啊。对，这真的是有用的，对不对？对观众朋友真的是有用的。对，万喜就是留言终结者，哦，留言终结者也是流量吧？因为我觉得像这种应该要很好看。对，就是像这种留言就是传来传去嘛。对，然后传来传去，就也不知道到底真的还是假的。然后我觉得就是拍像这类的留言终结者，就是蛮有看头的。对啊，这我哎、欸，其实这个我也蛮喜欢拍的。对对，但是流量就是没有到对特别的精。这片是谁剪的、啊？我。你们这些人，你们都是投自己剪的片，我现在发现了。靠腰就是自己聊也没影响。对啊，你们他妈的在自己剪的片代表什么事情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媒体部的工作人员只有在看自己剪的那一片，其他都没有在看的，好不好？可是留言终结者，我真的是我也很想要拍。我其实那时候我就在讲说，如果观众你们在网络上有看到什么跟车子相关留言，可以传给我们，我们能做得到，我们都尽量去做，就没有人。好吧，要不然我其实蛮希望这个科P这个节目还可以拉出来再开一个新的，所以这系列就被终结掉了，只有一集而已。留言终结者一集啊，还有啊，方向盘那也是吧，还有一个用遥控器没电怎么开锁？其实科P10万算是平均标准，所以我跟你讲，依萍被骂那一部10几万，所以证明什么？要有人要被骂。好、啊，接下来就是刚我们刚刚被骂最凶的依萍。你来多久？半年。我就问你，你来半年，你跟我们评去年一整年的，你有把握说你有看小司汽车频道去年一整年的片吗？没有把握。好、啊，那最有印象是什么？就是试镜新节目主持人吃黑尾鱼那一集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 是你剪的吗？对，真的。听我解释嘛，听我解释一下，这是我刚来这边，然后除了直播以外，第一个剪的片，出道代表作啦。然后我们看一下极品出道代表作多少流量。9.1万，你觉得以你出道这样的表现，你觉得如何？大概有9万都是老板支撑的。啊，印象是什么？就是算是第一次认识到大家，所以那时候有一些效果不太敢上，因为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吐槽。你看他，他的意思说他如果效果上就不止9万了。没有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还有那个缩图啊，那个缩图是阿呆帮我做的，因为我一开始后面是放一片大海，然后那时候我就拿给泰山看，泰山可以请你帮我看一下我的缩图吗？然后泰山就这样，这个海洋是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旁边小四川放出他那个海的缩图好不好？看他来这边第一张被泰山打枪的缩图长什么样子？能够被泰山打枪蛮不简单的。好，那再来就那个觉得最可惜的片，应该是剪完头发幻化成人。等一下，这部片是不是也是你剪的？我剪的、啊，太小了。然后再来，好，因为我觉得泰山这么牺牲，他头发直接从长发变成短发，结果点阅率好像连10万都不到。真的吗？看一下多少，来，7.4万，好吧。H 大朋友 ，H 大 ，H 大 ，H 大，请讲 H。对对对。我找到新的蛋蛋。这是那个
哥哥。怎样？我看，大家都有看吧？不会觉得小木很肥吗？什么？你凹这样干嘛？你在做瑜伽。他就在旁边说：“哎，这样子的。”哈哈哈哈哈！讲好笑。他说别理。你手要举多久？我对这一段有疑问呢、欸，你们是不是 C 的？从哪里看出来？从哪里看出来？是不是？为什么刚好你们在聊天的时候会录音？而且呢，刚好他来了，而且呢，泰山的车后面还有一台车，所以他不可能刚来。哎，他回去，泰山的后面人怎么开进来的？他妈怎么开进来的？飞下来的。有没有？这是留言没有人发现，对，完全没有人发现。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，我就想说，干，这没有 C 吗？怎么会刚好在聊天的时候，他就刚好来了，太刚好了吧？哎、欸，我觉得他这头发比较像七龙珠那个最坏的那一种，无人不污啊！哎、欸、哎，哦、欸喔，对。而且你看，他马上就知道这个梗。问题就在于泰山进来，他马上知道你们刚刚在聊小夫哦。你们会不会塞得太假了？我们与其不论观众，我们发现到车子。对，我那时候疑问说，干他为什么知道你们在聊小叮当？这边他自己脱稿了。对，哎、欸，你们到底花多少时间在 P 那些图啊？他最急啊！对，我觉得他的剪片的时间大概 P 那个头跟头发的时间大概就占掉一半。那我要特别讲，那个老板你去录那个歌的，我有放一个图片是忍者，那个眼睛是你的。哦，要看一下吗？看一下。哎、欸，你看他花了那么多时间在 P 这些图，完全不会让人有印象。好，今天结束这边，差不多从这看。哎，十二点钟一路完了，烧香。哇，太小了吧，0.5秒，谁会发现啊？有看到？还有这个，这是那个，刚那个。第一个是录完，要先看录完。这个眼睛是老板，眼睛是我的。我眼睛哪有这样？就是我直接把你的眼睛拉下来，拉下来。太对了。就你要花多少时间在搞这个0.5秒的，没有人看到，有人发现吗？我就想说，如果有看到，就会觉得很荒谬。现在终于知道怡萍都花很长的时间在干什么蠢事。哎，是我还没讲哦，靠腰啊！其实我最有印象的片也是泰山跟罗拉，怎么办？真的？我跟你讲哦，我的最有印象的片跟最惋惜的片都是这一支。哎，对我们那一系列现在目前的那个流量的比例是怎样？泰山的是二十，隔壁可能比较高。二一多一点点哦，那阿达应该20，我应该是最低的吧，应该20吧，17，好，我嘞，我19，所以是前两集泰山跟科比的是最高的，因为那个时候是第一次打算要做这个，而且我真的觉得泰山那是最好笑的，然后最惋惜也是这个，因为我觉得应该要更好。因为泰山是这个系列第一支嘛，对，那时候我真的很认真的写了很久的文本，然后我就觉得说，嗯，这个出来一定很好笑，因为光我们自己从拍到剪的人都笑到不行，为什么你们这些人都那么没有幽默感呢？还是我们媒体部的幽默感都跟别人不一样？或者是因为我们认识泰山了，所以会觉得他很好笑，做这事很蠢，就跟整理的朋友一样，他的代入感可能没有那么重。我们再来看这个去年观看数的前三名，第三名是什么？喷120万买辆中华名爵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讲啊，你去看那个车评，只要有 MG 的，每个流量都蛮高的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车子的关系啊。好啦，第二名啊，这我觉得还好哎。对哦，是的，我被告了，半年来全记录分享 IS 三百 H 五片。哎，这个我现在还是不能讲，好痛苦哦。要不然我好想讲，我是要等事情结束我才能讲啊，因为我们还有片不能发啦。对啊，对啊，那个片到时候放出来是2025年再放2022年的片，谁要看啊？好啦，第一名，哎，第一名，保时捷开 to sale 去保时捷有人理吗？一萍，你觉得这部为什么会第一名？因为有保时捷跟你开 to sale 有那个对比。他们想去看有没有人理，是不是？嗯，我本来的想法想说会不会有什么爆点，结果没有。
就跟我开 BD4S 去充电一样。但是我开 BD4S 去充电没有想要爆点，是他给我的。然后反而呢，我真的想要爆点开特斯拉去的时候却没有爆点。大陆干片看太多了，有没有？就是去那边被人家看不起，然后隔天拿一袋现金去的那种干片，观看数的前三，哎，这多少？第一名是多少？到现在为止，七十几。七十几，你没有想到是不是？我在剪的时候想到制作无聊谁要讲什么态度？什么态度？不是因为你们就试车啊，然后业务就讲一下车的配备什么的，我想到这个到底谁要看？也没有什么笑点，没有什么对，就流水的那种感觉。所以大家就真的想要看这个车了，车对，对不对？啊，但不然这样子啊，加码看一下我们频道浏览次数前三名最高的。第三名竟然是那个哎、欸，酷咖哎、欸，酷咖、欸，你要卖多少哎、欸？前两名都是你要卖多少哦？你要卖了 EP3 哎、欸，这是我自己剪的、啊，对 对, 對，是自己剪的。哎、欸，看看到没有？我剪的片是不是啊？怎样？但是你放了两年吗？对，他是两年才到102万次，然后第一名伟哥一年就166，半年左右就破百了。这后面還破百速度很快，对啊，只是后面就慢慢在，后面就很慢了。而且酷咖那一片有没有？一直到昨天还有人留说思哥，我看第三次。为什么？因为我里面有讲啊，好不好？哎、啊，上次有一个网友一直跟我爆数，你知道吗？他在下面留言，他说小思哥我看第一次，啊，小思哥我看完第二次了，小思哥我看完第三次了，又留言，他一直一路留言到第14次，啊，他说小思我终于看了14，我可以去看老高跟小莫了，有没有？对吧？所以我这样讲完，他们就一直在留，说我看第一次、第二次、第三次，大家在那边留。所以以后每片都，所以要这样讲，就可以刷到多少？89万，哦，89万呢，快90了呢。哇，700多个留言，最可惜的观看数的倒数三名，第一名是今天要干嘛的 Vlog， 哎，这不是我的吗？没有了，那时候还没有分，还没有分家的时候。哦，媒体部五猪五狗，海丽姐姐追梦人挡泥板安装。@徐海丽，来，徐海丽你出来哦，给我妈弄了一个挡泥板。那我们的流量最差多少？差到什么程度？我看一下，6万多，好不好？这个叫徐海丽来补一下。倒数第三，我跟她拍的影片目前是在她频道里面还是第一名。他蹭酒面蹭成这样哦，哎，他是不是给我们免死金牌？就是这一块如果拿出来，他就要义不容辞来救我们嘛，对不对？如果有看到的话，要记得回来救救徐海丽的流量。对，有匾额佐证，对，没有，这是金牌，他给我们的金牌，就像上方宝剑一样，上斩昏君，下斩残臣。拿去，这把上方宝剑，上斩昏君。下斩谗臣，娘把你的咸鱼收起来，娘，把咸鱼收起来，收起来。然后这个流量倒数第二名是减重的节目，减重，哦，就是我跟泰山减重的两集耶。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哦，还有两集哦，我们两个都露点了呢。熊族天菜，对，熊族天菜都露点了，看起来是没有人想跟熊族天菜跟完美人夫都露点了呢。对啊，都在5万左右了，我印象都在5万左右。对啊，这不划算呢。啊，第一名最烂，就刚刚有讲的哦，单曲 MV。我跟你讲，这支片跟我们的 MV 加起来的总流量还不如其他随便一片。MV 应该10万左右吧，我印象。哦，有了10万，这是阿呆指导的，这是他人生最大的污点之一啊。这部片跟温妮那部片可以放在一起，一个是他今年最快乐的事，一个是他今年最不快乐、最后悔的事。好啦，那我们那个流量最差的三部就是这样，希望今年2023年。还有新的这个企划可以跟大家分享。今天这一集的节目哈，我们录了1个多小时，不知道剪出来会剩多久。高，这可以分749集。好吧，那这个利用这个过年贺岁影片，祝福大家新年快乐，再见，拜拜。新年快乐，新年到，新年到，我讲过一个大年头一年。我和那林花妹妹去拜年，哎，要唱到什么时候才结束？好，可以了。全台玩家最推荐的娱乐城，立即下载聚宝 online。